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看《神爱世人》第54页下面的原文看起。我们将这文念一遍啊。一切众生海，佛身如银线，随其结差别，如是见道死。佛以一一身，处处转法轮，法界悉周遍，四亿莫能及。这个两首偈描绘的宇宙人生大千世界种种变化，说得真好，简要详明啊，中国文学所说的这个标准真的做到了。理很深，修行人不能不知道，如果不知道，你这一生永远见不了心，见不了心就是没有真正的成就。能说不能行，能说说的很有限，为什么？你没有修行的功夫，你没有大彻大悟，你的悟只是一个阶段。这个阶段还不明显啊，如果说的明显，也就是世间一般人所说的识之便聪，这不能解决问题，不如念佛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专求往生极乐世界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可以做到，人人都可以做到。你能做到，他也能做到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我他都能做得到。但是这个法门名副其实，佛常讲的难行之法，真难行。真正相信没有怀疑的，过去有同学给我们做出榜样，刘素仙的姐姐，她发了一个心，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念佛求生净土，看看能不能做到。她做到了，
啊，是一个月，是三个月，我忘了，记不清楚了。年岁大了，思考、记忆都退化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而且非常明显。啊，这也是古大德给我们讲，阎王送信来了，送的什么信？你在这个世界时间不多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既然晓得时间不多了，赶紧抓紧。刘叔清的榜样非常值得学习，我们这一生不能空过，往生就是成佛，往生就是正果，而且是无比殊胜的果实。能帮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，这是佛门里头无比殊胜的法门，一生成就。刘叔清给我们做榜样，这个榜样稀有难逢。他说一个月，他一个月真做到，不是预先定的，临时发愿，一个月圆满。太难得了，太稀有了。这一段经文是叫我们看破，一切众生海，佛身如现，如隐现，随其觉差别，如是见道死。见道死就是见佛。每个众生见解不相同，智慧不一样，佛菩萨有能力加持你，帮助你见佛菩萨，这一句这个意思。佛身如隐现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实现49年，表演给我们看的，他为我们所实现的就是心结心证4个字。他相信他跟我们也一样，在世间的时候，对于古大德、今大德，现在还在世间，
参学，夜夜参访啊！啊，他是再来人，这个地方说得很好。随着众生根性不一样，他做种种实现也不一样。慈悲到基础，众生的根性有佛根性，帮助他成佛；有菩萨根性，帮助他成菩萨。在第一层的帮助他成阿罗汉，这都是圣人，阿罗汉是小圣，都有成就。为什么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？虽然没离开六道轮回啊，没超越，但是他在六道里面轮回得自在啊。六道里面他能做得了主啊，四果罗汉都有这个本事。大乘根性的见菩萨，佛根性的见十方诸佛啊，这些人他们在世，当年在世，每一天我们假设，假设不是假的，假设是真的，他们有能力天天见阿弥陀佛，除了到极乐世界去参学、去听阿弥陀佛讲经之外，他有能力应化在十方世界，见一切诸佛如来讲经说法，真叫得大自在。无碍的智慧，无碍的实现，佛菩萨能做到，我们做不到。在经上读到这些文字，得不得受用，这一个字，信与不信，你不信得不到受用，你要相信的真得到。信为道源，功德母，要把佛菩萨说的话当真了，你就有福报了。你以为他是说着玩的，不是真的，不是事实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后面这一首是写佛菩萨慈悲到极处啊，佛以一业身都是他的化身隐身，真身是化身，化身是什么？是自信。这首里面讲的本体，整个宇宙的本体，法身，法身不来不去，
像我们看这电视画面很多，刹那刹那不停留的，但是能现现象的这个本体，它永远不变。非空非假，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没有。你说它没有，它能现现象；你说它有，它没有自体。它无处不在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它现。成佛才知道无量无边的现象，这个地方用一个字所代表神。佛以现象现一切现象干什么？无非是帮助众生开悟，就为这一桩事情处处转法轮。这个转法轮就是帮助众生觉悟，帮助众生脱离苦海，帮助众生圆成佛道，这叫转法轮。只要你能够看破放下，你就见到了，你就能体会到佛菩萨大慈大悲。一弹指都不肯错过。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处处转法轮，一切时一切处说话是讲经说法，不说话一举一动还是讲经说法。法界皆圆满，思义莫能及。法界范围大了，不是指地球，不是指太阳系，也不是指太银河系，无量无边的银河系，包括银河系上面许许多多众生，像我们这一样的，还有跟我们这不一样的，森罗万象，无数无量无边际。我们看这些现象，都是不可思议。思是想，意是说明，说不尽的。说不清楚，讲不明白。它太多了，太大了，我们只能用一句话形容，叫不可思议。就是思义莫能及。
无法想象，在不在？在。你说他在吧，有时候他也不在了，不是他不在了，是我们的念头生灭产生的幻想。念头生了就看到，念头不生了它就不见了。一切法从心相生，这句话要记住，时时刻刻回光返照，看到不可思议的境界，触及到不思议的境界啊，乃至于言谈明思，想不清楚，想不明白了，有些人变成哲学家，有些人变成科学家，他们的思意也达不到，也只可以说略知一二了，跟菩萨跟佛比没法子比啊。佛为什么这么做？佛度有缘人，有缘生人根底好啊。大小乘经论上说的太多了，修行是无量劫，不是这一生的，我们过去生生世世已经在修行，一世接着一世，一代接着一代，自己我们叫续根啊。你过去生中栽培的好，这也是没成就啊，这也是来了接着再干，不是一时两时，接着再干。佛慈悲，处处现身，处处言教，言教是表演，让你就你见色闻声不定什么时候豁然开悟，语言成熟了，这一生跟前一生的接上头了，是悟了。悟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大彻大悟。小悟阿罗汉，大悟菩萨。菩萨里头有大小不相同，就是悟处，悟的大小前身不一样，它有五十一个阶级，一个比一个高明。华严所说的是住、是心、是回向、
灯丘、庙丘，这么多层次。要相信要求解，怎么求解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会看，会听。什么叫会看？看得清清楚楚，没起心动念。记住这句话，我们凡夫不但是人道，天道也不例外。人道天道，眼见色，起心动念，分别之处，错了，你没开悟啊？怎么样开悟？看破会开悟，放下会开悟。为什么不能开悟？没放下。这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放下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这四句话。见色，想到这四句；闻声，也想到这四句。放不下，你就再想一句。大乘教上所说的：“一切法从心想生。”所以，你心还有妄想分别之处。你不能开悟，只有能求往生，专一求往生，行，往生等于开悟，到极乐世界就开悟了。重视这个，这是真感，真修行的。然后你才知道佛菩萨的恩德大，护法恩德大，没有老师，没有护法，你不能成就。所以对于老师，对护法，常常存着报恩的念头。能不能成就？成就的大小与他们有密切的关系。没有报恩心，不会成就的。有报恩心，感恩的心。我们有许多人不但没有感谢、感恩、报恩，很多怨恨。这大错特错，佛法讲功夫，功夫是什么？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在一切时、一切处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眼看耳听，鼻嗅舌尝。身体的举止，第六意识的妄想，
统统要放下。这都是我们学无世界来的障碍，你要认识它，它不是好东西，它来搅和，让我们在六道里头受这么多辛苦。我跟同学们说这几句话，大乘经里头的精华，对我们修行会有很大的帮助。今天就说到此地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